听说等一下你要下水是不是？你听谁讲的？他骗你，他骗你。我等一下要去那个儿童池，然后按摩做水疗的。再吐出一口，那边呢？出出一口，这水比较温暖。是吗？对啊，出出一口出来的都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回家。你要躺下吗？我要回家，吹暖气。我也有睡不着吗？这么烫的水，怕你冷。好烫。喝太烫会得癌症。这时候就是要赶快动，不然就是会很冷，会失温。这不是温水游泳池吗？但是它27度啊，人体的恒温，26，人体的恒温36，一度就差很多，在水里一度就差很多。你多动一下，就有来回两圈了。去啊！喂，我们好了，还要游个两圈，然后就有了啦。不会冷啊，你白痴哦！来哦，你才白痴哎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要省力。Hello， 我是子鸿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艾米丽的五件事哦。